病人由于肝脏严重受损，失血过多导致腹腔感染，目前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现在还不知道。 这是在你家卫生间吊顶里发现的，100万联号赃款，战宇的手机，一把带有战役血迹的刀。说说吧，小欧现在怎么样了？你有什么脸跟我提纪小欧啊？你不是很爱他吗？ 你怎么对他下得了狠手？说说吧。跨年夜当晚，你怎么杀的战宇？那天，我无意听到老黄和燕京的对话。为了掩盖这个秘密。 我必须要杀掉他们。我知道燕京不好对付，所以我必须做好周密的计划。我利用给他送饭的机会，记录了小区监控的位置。我提前挖好了坑，打算把燕京的尸体藏在那儿，即便被人发现他消失。 警方在展开调查后，也可以归咎于小美人和刘伟对他的秘密处死。酒和毒鼠强都是我在库房里拿的，这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为了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明，跨年夜当晚，我就借机带方念回了家，在柚子茶里放了安眠药。 为了不在探头里留下我去过严井家的证据，我先走盲区，进入安全通道，并将清洁功夫藏在了地库垃圾桶里。
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晚战雨会突然去找燕京。哥，你在吗？哥，哥，你终于肯见我了。让你听得特别生我的气，你打我，你狠狠打。打你，不行，砸了我多少。滚！ 战雨的出现的确扰乱了我的计划。稳妥起见，我打算放弃。冯大哥，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严谨。我刚才听见你们在里面吵架，所以我就在这儿等着。 战雨，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小傲仙。你这说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根本就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我就是个畜生，我连救命恩人都敢出卖。战雨，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人不怕犯错，知错就改就是好人。啊，你还这么年轻，可不能自暴自弃啊！ 我没救了冯大哥，我是毒贩，能判死刑的那种。严谨为了救我，拉我做警方的线人，我呢，我却背叛了他，还害他染上了毒品，我早就该死了吧？你刚才说什么？严谨是警方的人。 让我喝吧，他再也不会相信我了。没有人愿意再相信我。战雨，咱们走，跟我走。战雨，跟我走。冯大哥，我求求你，你再帮我去求求严谨哥，你是大哥，你说他一定听。是，我求你了。战雨，你听我说，严谨这事儿你要保密，我不能跟你去。我要去的话，这件事越来越糟，你知道吗？啊？ 你不是来找严谨的，你是严谨。
人已经死了，我只能按照既定计划，先将人运出去。在我搜身的时候，意外发现战宇的口袋里有严谨的打火机，就是这个打火机，让我立刻萌生了杀人嫁祸的想法。 我抓紧时间回了家，调整了钟表的时间，通过网络电视找到跨年晚会，用回放功能把它调到相应的时间播放。妮啊，妮啊，饿了吧？喝碗粥。 我知道景平一个打火机是没办法嫁祸给严谨的，我必须进一步给严谨制造作案证据，并想办法把这个案子闹大。第二天，我又回到了埋战宇的地方。
孙佳玉呢？你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杀了他？案发当天，我一直跟踪着邓坤，想伺机把邓坤干掉，好摆脱这趟苦水。我看到严景被邓坤枪击之后，我当时误认为。 严景已经死了。是，我别开枪。坤哥，是我。你怎么才过来？今天的行动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小心！ 孙佳玉醒了，我当时是为了保住我的身份，不得已。当时我右肩伤得很厉害，确实是用左手持枪。 这一点，那个老黄没看错。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要见严谨。 要见他吗？
医生怎么说？还是老样子，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吧。我们在詹鱼的手机里发现了一些视频，里边有他对小欧说的话，你有看过吗？谢谢。 那个小姐姐，她叫纪晓鸥，居然是纪大夫的女儿。这世界可真太小了。她居然没有责怪我上次的不告而别，反而还让我去她店里工作，看上去是真的想帮我。我去不去呢？貌似没有时间再做第二份工作了。最近出了太多事儿。 小欧姐的店被砸了，严谨居然也是成为敏的人，他早就看穿了。幸好我不要死得太早。小欧姐，对不起，我骗了你。我其实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但我想好了，等妈妈的病好一些，我就去自首。 其实改过自新就是新的开始，我不会放弃的。希望你跟严谨能早日在一起，你一定要幸福。小雨，吃饭了。 Let me tell you a lie. I'm not loving you. I miss the night you turned the music off. How she can stay in your arms till the end of time. I can hold my heart, but I can't stop. 您的咖啡，谢谢。请慢用。看这一衣一食的样子。 我能放心把店交给你了，什么意思啊？我准备带两个孩子去看看雪，所以这段时间店就交给你了。没问题。对了，孩子们怎么样了？好着呢。看。哟，这欢欢够胖的，真可爱。看着以后肯定有出息吧。一定。那我先走了，年后见。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严哥，再来两杯手冲咖啡。好。这是一趟没有返程的火车，也许我们将定居在无人山谷。 太阳下山的时候，能看见炊烟。漆黑的路上，我牵着你，别怕黑。嘿，别离那些是非。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哥！新年快乐！
是所有誓言都能违背，比如我现在所说的一切。欢迎二位来岁数留年，请问喝点什么呀？来杯可乐，别加雪碧。成，吃点什么？改运位啊？还是我来煮吧。好，那我冲咖啡。真可以啊，三天就得来一碗。嗯，我现在还就好这口。下午我和你嫂子去看严慎了，他状态不错。是啊，他都胖一圈了。下回你见到他，必须得告诉他该减肥了。哎，你们俩不陪我喝点酒？喝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规矩。最近忙什么呢？又来了个案子，隔三差五的往外地跑。这案子复不复杂？哎，哥们儿帮你参谋参谋。得了吧你啊，老实待着吧。又不怕给自己惹事了是吗？你要是这么跟我结拜，从今往后你俩过来喝咖啡啊，必须得交钱，双倍。哼，你那咖啡啊，要真冲的跟小欧冲的一样好喝，两倍我也认了。你就是嫉妒我是似水流年的老板。得了吧你啊，当年要是没有我让位，能有你今天吗？这叫命中注定，不服不行。命，我说你们俩有完没完呢？啊？小欧他一定想不到，有朝一日，咱们三个能一起坐在这儿。嗯，反正现在店里也没客人了，咱哥仨这天聊的气氛又这么好，你给唱首歌呗？你决定啊？小欧说过，我唱歌要命。没事啊，我们俩就命硬啊！唱唱唱。你就唱小欧最喜欢那首歌，来吧，快点快点，来一个吧，整的还不好意思。
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忆，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Hurry on my lover, I'm still waiting for you. Let us arrive at sunrise. I'm reading our letters from the very first time, with all the memories to love. So there's one thing I can do. I close my eyes and sing.